啊，小李，小李，不是小李，是有红色哎、欸，不是，可是那个配色很小李，我知道，你不要讲那个，我还没讲到那个。腿超长。打开，我们是三个麻瓜，我是小冰。来，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看颜色猜角色。难怪是我呢，运用了我如何聪明的 PS 技术，准备了20题要给你们猜。题目如下，请问这是什么呢？孙悟空。没错，那今天所有的题目都会长这样哦。那我们就立刻开始吧。杀到。这次的题目哈。从各个方面都有，各个方面，各领域都有哈。不管是动漫、电影、迪士尼、宫崎骏都有哦。所以每一题你都不会先跟我们讲是什么呀？好，第一题先给你们暖身一下。暖身，我们暖身一下哦。不是暖身，我们要生蛋，我们跟他是一样。他抬身，我们暖身。第一题，哆啦 A 梦啊，卡卡西。哎，你刚刚先讲了哆啦 A 梦，对，卡卡西。没有哦，这个卡卡西很简单哎，卡西啊，观众是有等比例的，尽量等比例，好尽量。这个要怎么用啊？它会很难弄出来。这 so easy。第二题，黑鬼，那个企鹅家族的那个男主角 Penguin P N G U I N， 不是啊，他是 Pingu 不是？哦，他是 Pingu， 是 P I N G U。哦。我是在说企鹅啦，我以为这题比较难呢、欸。这个很简单啊，这好像跟文字解题有点像，它就是一个直觉的。哦，原来你还会把中间挖空。好，来啊来啊，来啊。第三题，小美人鱼 Ariel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都太快了。我就说我不要跟他玩呐、啊，我也有想到啦，我不是只是重复一次吗？很明显啦，它这配色很好看，然后紫色的那个菜鸟奶罩，贝壳奶罩，继续，那我先讲，你赢我5分后你再看。第四题，那个小东西，我忘了他的名字啦，我比你先看出来，只是我忘了他的名字，你知道吧？好，他长什么样子？螃蟹啊！哦，他在哪一部卡通？海绵宝宝，他卖汉堡的、啊。对，他卖蟹堡。第五题，我知道，好熟悉。我知道，那个旷野之息啊，塞尔达传说里面那个男主角。不是，这一配色就是那种王室里的人。我觉得很像那个变成超级赛亚人的达尔不是。这难得没秒答啊，我知道了，波吉。不是，然后我总觉得这个应该很熟悉、啊。他是王室的人吗？王室的人。然后这是皮带吧？对，就是中间。我觉得他是一个枪袍啊。对，他是那个国王排名里那个。不是国王排名的，还一直在讲不是王室。你是？这我们有看过这一部吗？一定有，就动漫的。而且他都有说是穿袍子。对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库拉皮卡。啊，对。可以啊。因为我都在看漫画，我已经完全忘记他的配色了。他要寻找坏女团啊！坏女团，是坏女团长。你现在知道是什么了吗？幻影兵团，幻影兵团，幻影女团，幻影女团。好，第六题。哎呀，那个我知道，那个 Robin 库巴。很厉害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叫库巴，我乱讲的。第七题，托帕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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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托帕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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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镇出了什么？因为动物的平安一天，感谢飞天小女警的努力。耶！泡泡花花跟妮妮，泡泡花花跟妮妮啊，么毛毛。佐助，不对，忍者哈特利，怎样？好熟悉哦！
他有穿那个咖啡色的袜子。嗯，不是动漫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不要再提示给他了。这很像忍者哎，因为那很像他的头巾，然后很像穿着凉鞋的袜子。花木兰，霍尔。好，我们可以看提示。来，提示的话，你们应该会马上猜出来。嗯，我刚刚猜出。提示啊，美国队长。因为美国队长他也是漫画来的啊，怎么那么像忍者啊？因为美国队长中间有那三条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。第九题，安娜，哎，他先，他先，安娜好明显哦，他第一集的衣服。我自己在做这一题的时候，我觉得这题不简单哎、欸，他这个这一套太经典了，太经典了。好，第十题，啊，张雨绮。动感超人是穿超人，超人，因为蜡笔小新他也会穿成动感超人的这套。哎呀，是动感超人啦！哎呀，我很动感的配色好明显。哎、欸，你一直没办法领先我五分，你很嫩哎。对啊，我要努力一点。你要加油。第十一题，金龟。他比你快了0.5秒。好啦，一分接你了，一分接你，你接你。可是他中间的是什么、啊？他眼睛啦，就把配色用出来。啊，壳嘞？壳在旁边，我就不用了。哎，你赢我五分呢。可是你很强，其实。我要盖吗？不用。第十二题。哎、欸啊，那个丽君。啊下一题，那不小心呢？啊，这是 Robin 了吧？这是 Batman 旁边的、啊。我以为你说太子王的罗宾。啊，原子小金刚。啊，对。啊！哎、欸，你这样加谁看得懂、啊？加那个好难。这什么意思？它下面就是小金啊，因为小金没有绿色。啊，这是我。啊，这是我。这个有佩服到哦，有哦。哎、欸，都是这么以前的角色。下一题。啊，艺术老师 ，Supersonic， 你要那个吃到叮叮叮叮叮的声音、啊。你这题有想到吗？还没。好，下一题。小心点！哎呦喂啊！阿九，打你巴掌！我觉得我要。阿九，你救我羽毛飞起来。下一题 ，Yes， 终于可以不是秒猜了。这很像那个 B Talk 的沙老师，哇，好强啊！哎，这个我有佩服到哦。你怎么都可以讲出一些我觉得最近刚好在看《暗杀教室》哦，他在看哦。好，下一题，你那个小樱，对，是啊，对啊，是《火影忍者》小樱，不是不是。妮妮呀、啊，啊，很像小樱哎，是波妞吗？我也觉得我很厉害哎，没有，我刚刚想要点什么？没有鞋子，因为它没有鞋子的配色。然后你就先想到波妞，我在想谁是这种橘色头发跟穿这个颜色。来下一题呀、啊、，Supersonic， 噔噔噔噔噔，什么歌啊？好，下一题。啊，那个，欢迎认真认真认真玩。他的，我只把他翻译而已。故意什么？你要说故意的吗？我刚才没有说黑魔女啊，怎么可以瞬间就想到是《玩具总动员》的 Zack？ 看到那个紫色，还有比例吧？我是你，你是我是他呢？我是谁？下一题哦。啊，那个钢铁侠，咖喱面包超人，对不对？咖喱超人呐、啊，咖喱面包超人、啊。哎、欸，你好强哦、喔欸！你又打。剩两题了，现在目前比分是9-9，我们现在平手、喔。好，加油！所以再两题哦、喔。好，试试啊。下一题。啊，小李，小李不是小李，是小红色哎、欸。不是，可是那个配色很小李。我知道，你不要讲那个，我还没想到那个巴黎。哦我直接睡啊，在看犬夜叉。你最近要分心多少？你知道我怎么知道吗？因为这个一看就是腿超长，这个有点美少女战士的比例，对，很厉害耶！小心哦，四比
B 九。好好，加油。下一题。啊，这个好难的，这个头那么大都是红色啊，然后下面又等四的那个汉堡王，不是，还有别，那这应该不是动漫，摩尔，法国士兵，其实这配色很像 Wreck-It Ralph， 那你是哦，这是某个信用卡是吗？ Mastercard 的那个。它是圆的，椭圆。对，它是有点椭圆的。椭圆。然后这边其实是眼睛啦。而且是全身是红的，所以它是圆形的。你说这是眼睛啊？我知道了 ，Angry Bird。突然没有，这好难，这个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弄成这样太难，弄成直的太难了。最后的比分是1-20啦。哦，恭喜恭喜，哇塞，恭喜哦。放三题给大家玩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答案。这么早还帮忙按赞、订阅，感谢大家。叮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看颜色猜角色，关注我呢，准备了。20题啊，不是，是如果纯清，好像都不用提示，我后面还要做很多提示，白做了，浪费时间。Just want to be the best。好，哦，好，这一集应该会很好剪哦。来，我们在这里是哪了？你没看？是哦，嗯，好，游戏哟，恭喜，加油点啊，睡觉。